西塘古镇在哪里？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，获世界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。西塘历在镇区交汇，把镇区分化成八个板块，24座石桥将古镇的五块地区连接成一片。这些古桥大都为单孔石柱木梁桥，至今保护完整。宅弄是西在厅堂侧面的陪弄，122条巷弄交横纵错，构建了古镇的整体框架，并连接了新老镇区。2000多米的烟雨长廊是西塘建筑最独特的标志，廊棚在沿河一侧设有靠背长凳。